Do
dollars, and I measured it. I measured it in kilos. Thank you.
他的多跑，他们经常自由跑。多跑，多跑。
上面有一条河，它长一条河有河的淤泥就上面搞石灰，占了五块钱，全部流失了。
前也听说过这个气功治病的效果不错。嗯，佩倩每次来气功室来做报告，我也经常参加，但都不能坚持，也是因为我工作嘛。我有37年的教学生涯，这个教师的辛苦，教师的职业病，落下了不少毛病。你比如说颈椎骨质增生，腰椎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症，关节炎，还有胆囊炎，还有点神经衰弱，心脏经常的好，经常心跳。经过徐师傅的调理治疗，现在就是这各种症状，得到了缓解，有的也基本上痊愈。比如说胆囊炎，这一段时间我觉得都消化很，也不大疼了。心跳呢也一般情况下也不如，也不那么感到恢复心在砰砰砰砰的跳，只是呢咱们稍微的。激动的时候啦，或者怎么累的时候，有点感觉还不错。徐师傅的功力还是我的感觉还是相当强。过去听说这个“气冲病灶”这个词，根本不懂的啥意思。通过徐师傅发功这治疗，亲身体验，确实他这个哪里有病，气就上哪里去。比如那个。心脏不大好，肝胆不大好，每次发起功来，那个手啊就在胸前，啊，也给你来拍压，啊，按摩，在这个腰部、膝部这些关节经常疼痛，骨质增生，这些活动的气感比较强。就是现在我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我现在就是自己加上意念。也能好像就是一念徐培庆气功师的名字，马上就有气概。下面我可以试验一下。这气感很强，只要加上意念，你想能气功师再给我发功，马上这个身体就能动起来。不要加任何意念，就随着这个气流它冲动，它冲到哪里，你这个手指就自然的到那里。调理治疗病效果很明显，这一月多来我也没有吃药，效果还不错。说起我看病这么有一个过程，我呢是
1997年秋天开始，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呢是后背酸疼，后来发展到脖子酸疼，后来呢又到后脑勺到头顶有一种疼痛胀和麻的感觉，最后呢到眼睛两个眼睛不能睁开。那每天呢你发病的时候呢就是从中午开始行到整个下午半天时间呢眼睛不能睁开，就躺在床上，随之而来伴随着有一种血压偏高。那么到人民医院去治疗去检查，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最后查出来结果呢就只是血压有点偏高，血粘度有点高，那么两边脑中风。至于什么原因引起脑中风，一直呢都没有去定见。在人民医院经过两次的住院和治疗都没有做到很好的效果。那么后来以后我到徐州第二人民医院找专家门诊看了一下，又到了南京军区总医院看了专家门诊，依然没有结果，都认为没有气体进入。可是我每天呢就是被这个病魔缠着，不能工作不能工作，正常的家务也不能去干，非常苦恼。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经过蒋老师介绍呢，我来到这个徐培庆老师这个门诊，来开始是抱着试一试看个心理，看看能不能用气功把我病治好。后来呢经过徐老师第一阶段的调理我开始呢是从脚这个经络一点一点的疏通，后来呢是整条腿的经络的疏通，到后来是我这个全身的经络的疏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徐老师给我发了很多的功，用了很多的费了很多的心情。那么我在我身上体验到很多在气功上面体验的体现的一些很多的奇特的现象，比方说这个可以仰卧起坐，可以呢用外气发放的这个双腿倒立，还可以呢就单腿啊双腿的绕环，还可以双手颤抖，整个人的颤抖，也可以呢就是坐起来可以睡下去。那么还可以呢就是说用牵引的方法呢，那个人呢从坐着能把人拉起来站起来，我不由自主呢跟着这个这个气的这种感觉做着各种运动。现在在我身上体验的就是我的心脏病呢，自从做气功那天开始起呢，吃了多年的药，不吃了，多年的药不吃了，比方说高血压这个药，我吃了这么多年，一直血压还是偏高，一直没有好。自从做气功开始起呢，就把这个药全部改了，现在我呢身体恢复得非常好，血压呢正常。人的身体各个部位感到比较舒服，心情也感到很舒服。另外呢，我的关键就是这个头晕这么两年多的这个时间，一直头疼的，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毛病呢，现在呢已经彻底的恢复了，恢复健康。我再次呢对徐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作为药师，我叫王芳。以前呢，就是因为家庭生活不太顺利，造成脑神经就是说神经衰弱，血压低，还有脑血流量不平衡，这个经常呢头痛头晕，腰酸背疼。失眠健忘，食欲不振。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呢，来到徐师傅的门诊部，经过
过一段时间治疗以后呢，现在就是心胸也比以前开阔了，这个头痛头晕的情况呢比以前大有好转，这个腰疼腿疼呢也不像以前疼痛疼了，这个脑血流的病呢比以前就是说也有所好转，血压呢原来是最低的时候是50/70，现在呢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这次我感谢徐师傅的对我的大力帮助。